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我是梁学希，我是陶冠琪。为了让大家随时掌握大湾区的最新动态，我们的节目由南到北，从湾区出发，走遍国家的不同地方，内容很丰富的，还会搜集大大小小的各式资讯。不单只是一些基建的发展消息、民生政策的更新、地方风貌的变迁，亦或是特色的文化传承，不同类型的故事，我们都是应有尽有。接住下来的节目环节，一个接一个，绝对不会有闷场的。现在就等我们即刻出发，一起去南北快闪。为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在南京地区稳妥有序开展，南京首座数字人民币体验小屋在街区投用。小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展示学习区、视频宣传区、开立引导区和咖啡体验区。11间南京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市民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向市民普及数字人民币知识，令商家感受到零手续费、即时到账的强大优势，令市民亦都可以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全球每10对假睫毛至少7对来自青岛频道。去年11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正式授予频道市中国美妆用品睫毛产业之都的称号。今年平道市以美妆线上新经济产业园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为全球客商采购定制睫毛产品提供全闭环式产业链服务，推动睫毛特色产业向支柱产业转变，同时依托产业园建设完善周边配套设施，着力打造世界睫毛产销中心，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课堂上，老师利用智慧白板组织了一个小游戏，就好轻易地带动了课堂的情绪。这种效果在以前只是用黑板板书是很难做得到的。将科技和课堂结合，善用各种智慧教学工具，能够令教学变得更高效。除了在教室里面，智慧教育设备的应用也都向户外延伸。这套基于 AI 算法和视频采集技术开发的系统，可以应用在多个运动项目的测试上，能够自动计算运动成绩，分析学生的技术、体能和生理机能等数据，指导学生更高效地训练，改善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广州市计划到2025年要建成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以教育信息化服务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广州教育优质均衡和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制定行业标准、树立行业示范案例，对于区域各领域高质量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近日发布首批20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是湾区标准，为各地市各部门提供示范和参考。在商场货架上售卖的杏仁饼，有中山老字号大小厂家生产的，亦都有澳门品牌。除了风味成分不一样，生产过程中两地所遵照的行业标准亦有差异。为了令港澳企业生产的食品更好地融入内地市场，去年广东省食品检验所等单位牵头，联合香港食品委员会、澳门科技大学以及港澳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研制了杏仁饼等湾区标准，为大湾区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统一的指引。湾区标准呢，是指大湾区相方相关方共商确认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实施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等各类标准的集合，用清单的形式来公布，属于非强制性标准。湾区标准是推进湾区通工程的重要载体，具体的标准细则计划在6月公布，首批入选的20个案例涵盖居民社保、金融市场开放、法律服务、医疗、物流等粤港澳三地社会比较关注和有共识的重点政策。第一批20个典型案例涵盖要素跨境流动内8个、民生融合内5个、营商环境内7个，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创新性强，集中反映了规划纲要落地以来我省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取得的重要成果。
典型案例的遴选工作今后将会常态化进行，原则上每一年都会推出一批的典型案例，及时总结可学可鉴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各地市各部门，共同为加快大湾区建设作出努力。Vincent 啊，平时放假你会做啲咩啊？如果好充足嘅时间就去旅行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去公园行下都几好嘅。咁我就要向你介绍一下越秀公园啦。佢系广州市著名嘅综合性公园，喺近期嘅整改过程中，公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生态观念，切实做好生态保护同文化传承。春日的越秀公园东秀湖，红花绿树碧水相互映衬，孔雀开屏，松鼠漫步，黑天鹅、绿头鸭悠闲咁整理住羽毛，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好温馨咯，大家好和谐咁嘅感觉咯，都可以咁近距离接触咯，即系佢嗰个环境好咗咧，就即系嗰啲鸟类嗰啲嘢都多咗，活跃咗。同普通游客唔同，作为越秀公园整改评估组市民代表嘅金金，每次嚟到东秀湖畔就一定要去睇下移植到呢一度嘅七棵桂花树。白色牌牌那些都是我们新移植过来的，呀，现在长得越来越好，长得非常高大了。由于建设城市中心应急庇护场所的施工需要，越秀公园将七棵桂花树移植到东秀湖边的斜坡上，园方还专门编制了工作方案，组建专业队伍，做好巡查养护记录，一树一档建立专项档案，在原施工区域就种了八棵凤凰木和八棵桂花，现在也都长得很好。而为了为树木营造良好的生长空间，公园还对一些树窿进行了美化，引入新的铺装技术，实现绿化垃圾变废为宝。对这个绿化垃圾进行粉碎、拉丝、染色等工艺，就是制成五颜六色的有机覆盖物，可以避免就是黄土裸露，降低水土流失，还可以起到就是培肥土壤，就是实现耐用、美观、生态的绿化景观效果。越秀公园内有七座山岗，三个人工湖。公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建设200平方米的植物生态岛、生境营造等措施，吸引动物入公园，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空间。目前共记录到鸟类七目27科46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广东省重点保护鸟类4种，同步结合水生态修复，种植多种水生植物，美化湖泊岸线。现在的越秀公园绿化覆盖率超过90%，林木茂盛，湖绿水清，鸟语花香。即系我住喺附近，就觉得呢度系后花园，好咗，啲湖水都清咗。公园所在的越秀山是广州传统宗族线的起点，作为广州最早的公园之一，这里不单止汇聚了中山纪念碑、镇海楼、广州古城墙等文物，还有五羊石像、越秀山体育场等多个城市地标。越秀公园已经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城市记忆符号。为了进一步展现深厚的历史和人民底蕴，讲好公园故事、广州故事，公园还打造了园林书吧和文化展馆，不断满足市民游客对品质文化生活的新需求。2022年，公园管理方围绕树木景观、服务品质等8个重点方面开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游客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9.6%。下一步，公园与高校、几名院校合作，结合公园的实际，再一次对动植物资源进行本地调查，开展就是划分不同保护区域，开展科普展示性建设这项工作。为推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咁大家梗系要好好爱护家中嘅长辈啦。讲得啱啊 ，Vincent， 长者服务系每个城市都需要重视嘅基础民生保障工作。每个人都希望年纪大咗之后，能够享受到自己生活咗大半世嘅城市带嚟嘅温暖噶嘛。而廣州就為65歲及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費體檢服務，不限户籍。我哋就一起去海珠一個社區服務中心嗰度睇睇啊！之前你有冇做過乳腺嘅手術啊？冇。兄弟姐妹或者媽媽或者個女有冇乳腺癌？冇。
70岁的冼姨来到海珠区滨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免费体检，她不是很识用智能手机，就请医护人员帮她填问卷。街道有通知，家庭医生有通知，应该积极的配合，所以来做，对自己身体有益的嘛。冼姨每年都会参与免费体检活动，对于体检项目全部都非常熟悉。她发现今年滨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线路更加人性化。现在全部就我老人家在晒地下嚟，往日咧就即系又要撑楼又剩咁样咩咯，而家全程喺晒地下，而家改进咗，而家分析得好周到咯。即系问你叫你去边度检查先啦，咁样咯，快啊，好快啊，全个过程啊都唔使廿分钟。在广州，年满65岁的长者每年都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体检服务，不限户籍，凭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具体可以咨询辖区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免费体检的项目就包括问诊、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还有大肠癌免费筛查等等。乳癌筛查，这是一个广州市的公共卫生福利项目来着的，然后其中包括是胃癌筛查，然后肝癌，还有肺癌，还有大肠癌，还有乳腺癌，就是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就是如果说能尽量早点参与的话，就是说可以尽早参与，因为这个项目的数量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它可以提前的筛查出一些疾病，然后包括消化功能一些减退啊，然后那个泌尿系统一些功能的减退，尤其是在感染过那个新冠病毒之后，免疫力下降，做这个免费体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Karen 啊，虽然咧香港就汇聚咗来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文化啦，不过我对粤式文化咧都系情有独钟嘅。咁你就真係識貨啦！其實唔單止係你嘅，自舊年一月讀懂廣州粵韻周刊專版推出以嚟，至今已經出版咗61期啦，備受各界嘅好評。同時，港澳地區、巴西等地嘅媒體紛紛轉載，境外傳播熱度持續提升，令全球嘅讀者都可以共享粵式文化大餐。广州大至云山珠水，小至一条街巷，都是铸刻住漫长厚重的历史。记者张中安说，要令世界读懂广州，就要读懂广州2000多年历史的重心文化和内涵。5到8米的耀华大街，他来了5、6次。他说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一本广州历史教科书。你看这路的两旁，它是你看这种有西关大屋，传统的西关大屋，就它的旁边呢，可能也有这种后来的有西式的小洋楼。而且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到100米的这种大街呀，它已经把我们广州以前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啊基本上都融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选择在这里，在这里读懂广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载体。如果说粤韵周刊是广州向世界展示的一线窗口，那透过这线窗口见到的稿件必须是磨出来的广州精品。周刊中关于洪拳历史这份稿，记者亲自拜师学艺，通过体验式报道向世界展示广州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发现啊，历史上广州人为什么要创立洪拳，他们就是一个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这么一个精神。那个今时那这个精神怎么传承下来的，就是在这篇稿子里面就要把这些脉络从古到今的这个脉络给讲清楚。那这样的话大概改了有超过15遍。自粤韵周刊推出以来，境外传播热度持续提升，除了港澳媒体纷纷转载，海外例如是巴西、中国驻法国里昂领事馆亦都转载了粤菜相关内容，全端口阅读总量超过1000万，世界各地的读者通过一张张的照片、一篇篇的报道，开启岭南文化的探寻之旅。打个比方吧，假如把岭南文化看作是散落在南粤大地上的颗颗遗珠的话，那广州读懂广州工作室所就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遗珠一颗颗的捡起来，擦亮它，让它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呈现给广大的读者。身处
住繁華都市的你，有幾耐冇睇過星星呢？在深圳就有一個咁嘅地方，朝頭早可以享盡山海美景，夜晚又可以仰望美麗星空，而且剛剛獲評為中國首個國際暗夜社區。呢、這個地方就係深圳西涌社區啦。位於深圳的西涌社區，三面環山，一面向海，山體對城市光污染起到了很好的遮擋效果，擁有非常不錯的夜間生態環境以及美麗的星空。因為它獨特的地理位置，每年吸引了超過30,000人來這裡進行觀星攝影活動。首先就需要一個這樣的遮擋儀，然後也需要一個超長焦的鏡頭，尤其是像深圳這種國際化的大都市，能夠開車2小時就到一個暗夜環境比較好的一個地方，对我们来说帮助太大了。为打造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即一小时交通以内即可到达观看拍摄银河星空的地方，深圳在西涌社区启动了国际暗夜社区的创建工作，例如治理光污染、对社区道路路灯、东西涌海域作业渔船的灯光等加装遮光罩、限制向天空照射等，夜晚进入西涌的车辆禁止使用远光灯等。原来的眼，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发光灯珠，现在我们把发光灯珠藏在光源的背后，让它的光从背后漫射出来，这样会更加柔和。比如说在这个区域可以看到一些夜间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昆虫，而且不同季节的时候，在不同的昆虫的话都有不同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这个暗夜社区它不仅仅只是天文这么一个范畴。国际暗夜协会近日公布消息，深圳西涌获得国际暗夜社区认证，成为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的意义不单止在于国内首创，更在于它的示范性和实践性，为其他城市在暗夜保护推进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也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暗夜保护的积极探索。这是我们创建成功，也是深圳践行我们城市文化发展和暗夜保护之间一次重要的一个实践吧。它对打造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一次意义。2020年，拥有得天独厚区位优势的上海虹口北外滩迎来了新一轮重要发展机遇，同时亦都拉开了北外滩新一轮开发建设的大幕。三年来，北外滩开发建设团队秉承规划设计精益求精、工程建设精雕细琢、招商运营精耕细作的原则，不断精心打造世界级城市会客厅，逐步树立起人民城市建设的虹口样本。从空中俯瞰，哥德式穹顶对称的外立面，整栋建筑犹如一架展开双翼的飞机，又好像一艘海上航行的轮船。这个就是去年修旧如旧、换新归来的雷士德工学院。为了令88岁高龄的老建筑回归本貌，北外滩开发建设团队根据历史照片和藏于历史博物馆里面的复制品精心修缮。柳暗绿嘛，它是一条一条的嘛，然后工人在铺设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对缝，而且它铺设一条，再对缝，然后再铺设一条，再对缝。搬运、吊装、合龙，经历不分昼夜的奋战，今年依此，北外滩重点工程之一的空中连廊示范段正式完工。在整个连廊设计当中 ，V 型柱是一大特色。这个体似一体化设计的 V 型柱，实际上是由10块形态各异的不锈钢在现场拼合之后不断打磨成型。它这个焊缝比较难处理，然后碰到比较不好处理的地方呢，和设计师一起来商量对策，最后呢通过拉丝打磨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其实你看这个面，它看上去是像一块板子凹起来的，它其实是两个板子，中间拿了一个圆钢管，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打磨，然后你看现在就像一个面一样。根据规划，未来北外滩地区建筑总规模将会达到840万平方米，仲将会新建一栋480米的超高建筑，刷新浦西第一高楼纪录。点样将这一幅蓝图变成现实？北外滩开发建设团队用行动做出成绩。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项目都要成为世纪精品。实际上每一个都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按照这个精益求精，这个细枝又细，抓细节，将来推进它的品质落地。现场勘察是项目审批过程中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近日，沈阳运南区在全国首推智能搭磡管理系统，将以往的人工现场搭磡变成通过远程视频线上搭磡，令到审批人员不需要走来走去咁奔波了，大幅提升了审批的工作效率。好，你往里走，我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室外的场地。好嘞。嗯，这是我们的室外场地。嗯，室外场地有1500余平，都是软覆盖的。
按照约定时间，云南区第八小学幼稚园通过智能踏磡管理系统发起申请，在审批人员指导下，只是用了十几分钟就完成了远程踏磡，当日就拿到办园许可证，省去了很多路途折腾的往返的一个时间，一部手机就让我们实现了网上申请办理，定个时间联系一下老师，然后直接就能在线上办理我们踏勘的业务，这个真的为浑南区点赞。云南区在全国首创的智能踏磡管理系统，将分散在多个部门34项踏磡审批职能进行整合，将现场环节由线下搬到去线上，实现外网申报、远程踏磡、内网审批、证照寄送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打通了企业项目一次不用跑的最大堵点，为足不出户完成项目审批创造了条件。同时，同传统现场勘验相比，远程智能踏勘受时间空间影响较少，解决了踏勘点位分散、位置难稳、多次踏勘耗时长等问题，大幅提升了踏勘效率。前我们来讲，就是整个一天的这个工作时间的话，我们最多能看2到3家这样的一个幼儿园，大型的幼儿园。它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系统以后呢，我们大概每一个园的话，观看的时间大概是十几分钟。这样的，如果说双方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天可能可以看5到6家，所以确实大大的节省了这个审批的时间。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开发无人机视频踏勘这种方式，这个主要针对于我们工程类的这个现场踏勘，通过这种踏勘呢，我们能够实现这个落地即开工再提速，让企业能够享受到浑南区便捷高效的审批速度。近日，首个国产体外磁悬浮深室辅助装置临床试验顺利完成，这个标志着来自苏州的中国心有望惠及更多的患者。人工心脏素有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之称，它是将软管一端连接心脏，另一端就连接动脉。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就好像一个具有超强动力的水泵，可以阶段性代替危重症心衰患者的原始心脏。这个是苏州一间公司经历了千百次的实验研发出来的我国首个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近日它已经圆满完成了临床试验，已经在全国多个中心完成了全部的临床试验患者入组，整体治疗效果理想。下一步我们将进入国家药监局的审评审批环节，距离面向市场咫尺之遥。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是这家企业研发的第一款产品，从立项到进入临床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国际上同类竞品的研发周期一般要8到10年，企业在国内完全空白的情况下跑出了中国速度，并且实现了全面自主知识产权覆盖，突破了瓶颈。我们希望从这个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这款产品出发，打造出更多更适合于我们中国患者的生命支持设备，包括我们现有的体外模肺氧合系统 ECMO、 微创介入式人工心脏、温血器官转运平台等等。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多器官的生命支持平台，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更精准的解决方案。鸟瞰神州，精彩在线。趁着这个时候天气这么好，去到郊外那里赏下花绝对是春天的最好活动。扬州瘦西湖万花园里面的垂丝海棠成为了不少市民镜头里面的新主角，紫荆花、丁香、郁金香等等花卉亦都构成了一幅姹紫嫣红的春日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的湾区全媒体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拜拜。